往前做进攻一大波，这个伤害往前还可以吗？吕布往前踩两个，侧面的话呢，可以看到招式还在扣，尼欧还在等皮卡往前吸了一大波伤害之后，看起来二位有点危险，拖紧往后拉掉。尼欧他想做进场，这边霸气一推二，还可以拉吗？叶许被倒下了，侧面的话呢，可以看到这个艾比往前做进攻，但是他的拉子往后揍，直接把所有人都揍爆之后呢，牛车阵开起来。但是的话呢，很可惜没有换掉任何人哦，伤害打出来了。哇，这个有点危险哦，是蛮危险的。三名成员倒下 ，MVP 现在两名成员，幸亏荡进去，这边想要找人，瞬间融化掉了。一醒来没办法了，哇，这一把比赛恭喜 MadTeam。3-0的成绩直落3，拿下了这一个 Ball 5的大分。